各位大家好，有不少考生在放榜之后，因为未有五科二级的成绩，犹豫自己应该重考某些科目好，还是读艺进文凭课程好，究竟怎样选才最适合自己呢？首先，大家需要了解一下艺进文凭课程的具体内容。它的课程是由七个必修单元和三个选修单元组成的。七个必修单元是中文、英文、活用数学、普通话、资讯科技应用和人际权益技巧的。而三个选修单元就可以给同学选一些自己有兴趣的科目了。学员成功修笔和合格之后，会获发一张全科毕业证书。这张证书等同于中学文凭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包括中英文。政府都已经接纳艺进文凭的全科毕业证书是符合三十几个公务员职位的学历要求的。至于重考还是读艺进文凭好呢？大家可以考虑以下几点。第一，检视个人能力和成绩。今次的文凭试为什么成绩未如理想呢？如果再考一次，在这半年里面会不会有机会可以有大跃进的成绩啊？如果都没什么太大的把握有很大进步的话，重考的作用就可能不是真的很大了。但是如果只是个别科目考得不理想而又有进步的空间，那就可以考虑重考个别科目了。第二，课程内容。艺进文凭的课程结构是以实用性为主的，都比较适合一些不是很喜欢主流文化中学课程而有喜欢实用课程的同学的。第三，评核形式。有些同学是很喜欢用考试的形式来领取成绩的，但是不是每一位同学都擅长于应试的。艺进文凭课程是以习作、汇报、考试和出席率来平衡大家的。对于不擅长公开考试的同学，这个都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来的。第四，出路选择。如果同学以升读资助大学学位课程为目标的话，重考 DSE 就是一个最直接的选择了。同学都可以用艺进文凭课程这个学历去报读副学位课程，再衔接上去大学学位课程。另外，艺进文凭课程里面有不少都是职业导向的科目来的，可以有利同学毕业之后投考相关的职位的。要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真是不简单的。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同家人、老师、同学，甚至乎打来2777-1112跟我们聊一下。